这次教的花纹是九针十二行一朵花，那这次的空针呢，我们有增加了，会逐次增加，然后再逐次减少。好，那我们一看，我们这次同样是教两朵花，两朵花的话，我们头尾各留四针区隔的，好了，这样才会比较看得清楚。好，这边我们同样先让花纹就定位，前面四针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四针区隔的，然后线绕到正面来。现在开始正式是花纹就定位，两针上针，好，线绕到背面，七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从这边到这边是一朵花，然后线绕到正面来，第二朵花的花纹就定位，两针上针。好，线绕到背面，同样七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线绕到正面来，我们织两针上针，这样子才会看得出花纹的完整性。好，线绕到背面，后面最后四针是区隔的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然后接着到背面第二行的花纹就定位。第二行呢，我们这一段就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，我们把第二行这边的织掉，头尾是四针区隔的，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织下针，它这样区隔才看得到。好，我们把背面的先织掉，我们这边两行花纹就定位已经织完了，然后接着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，第一行花纹开始织起，同样我们把前面四针区隔的织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然后线绕到正面来，两针上针，一、二，两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两针下针，一、二，好，然后接着就是两针并一针，两针一起织，好，然后接着直接一针空针，然后接着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到这边是一朵花，我们再示范一次第二次的。好，线绕到正面，同样两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两针下针，一、二，然后接着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空针，接着三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接着线绕到正面，两针上针，好，线绕回背面，然后四针后面区隔的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接着背面就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，我们把背面织掉了之后，再来示范第三行的花纹。我们这边是背面第二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。好，这边区隔的，好，到正面，正面就是第三行的花纹了，我们同样把前面四针区隔的织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线绕到正面，两针上针，一、二，然后线绕到背面，一针下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空针，然后再来一个两针并一针，这边已经多增加了一个空针了，再来一个空针，就是两个空针了。好，接着两针下针，一、二，从这里到这里是一朵花，接着我们第二朵花线绕到正面，两针上针，好，线绕到背面，一针下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一针空针，再来一次两针并一针，一针空针，接着两针下针，好，最后的两针上针，然后线绕到背面，四针区隔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第三行的花纹我们织完了，接着到背面，背面第四行我们同样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，我们把第四行织完，
然后再来做第五行的花纹。我们第四行已经织完了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做第五行。第五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空针又增加了。好，我们来开始织第五行，同样把前面四针区隔的我们把它织掉，这边2、3、4，好，然后线绕到正面两针，上针线绕到背面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空针一次，两针并一针，空针第二次，两针并一针，空针第三次，然后最后一针下针织掉。从这里到这边是一朵花。好，我们再示范一次，第二朵花线绕到正面两针，上针线绕到背面两针并一针，空针一次，两针并一针，空针两次，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空针第三次，最后一针下针。好，从这里到这里是一朵花。好，这边旁边的我们多织了两针上针把它织掉，最后线绕到背面四针区隔的我们织掉。好，接着到第六行背面，第六行背面同样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。我们把第六行织完了之后再来做第七行的花样。我们第六行织完了，接着我们做第七行的花纹。好，第七行一开始同样我们把边上的织掉，1、2、3、4，四针区隔的。好，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，好，线绕到背面一针下针，好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再来一次，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这一次是两个空针了。好，接着两针下针，从这里到这里是一朵花。好，我们第二朵花再做一次，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一针空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再来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接着两针下针。这是第二朵花，从这边到这边，然后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，我们后面最后会加的，线绕到背面那个四针是区隔的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接着到第八行，第八行跟前面一样，它是在背面的，我们就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。我们把第八行织完再来做第九行的花样。我们第八行织完了，接着我们做第九行的花样，同样我们把前面四针区隔的织掉，2、3、4。好，我们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两针下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接着三针下针，1、2、3，从这里到这里是一朵花。我们再来一遍，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1、2，两针下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三针下针，1、2、3，线绕回正面两针上针，最后我们多增加的，好，线绕到背面四针区隔的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接着我们从背面算起，1、2、3，三行，就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，织完了之后就是第十二行，然后接着再从头织一遍，一直重复的就是这一朵花。那我会多织一轮给大家看一下，花纹织多了会是什么样子。这边是我织第二轮的花纹的最后一行。好，那我们把这边背面织完之后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花纹织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好，这边最后一针，它花纹织出来会是这种样子。